能怪我无差啊。防怪啥？防怪我无差啦。你走路的啊？我唔走路。啊，无你创啊？因为我就是要补一条路，较大条。面对镜头，男子眼神迷茫，说自己被关无所谓，就是要搞大条的。原来他酒驾开车，在国道蛇行乱窜。如此危险行为，让后方驾驶打开车窗大骂，但是男子醉得一塌糊涂，完全没反应。高速公路哪一道的？酒醉，来路加流多嘞，目睭开开，你困。他边开车边睡觉，后方驾驶气得狂按喇叭，猛踩油门，就是要逮到他。没想到才刚下匝道。就差不到一秒钟，卡车就会撞飞酒驾的小客车。你醉啊？你酒醉啊？你开车开安尼？歹势啊！被后方驾驶拦下，酒驾男先是不断道歉，但是下一秒，刷你！我来掉。他猛踩油门落荒而逃，让后方驾驶怒火中烧，决定要追到他。车子向右倾斜凹陷抛锚了才停下来。不过再来看看酒驾闭眼男在国道的疯狂行径，先从王田交流道一路狂飙往彰化方向，再绕回乌日，最后闯进王田的乡间小路狂飙22公里，撞上桥墩抛锚才停下来。是啊，你要安尼做，要去用关，你要用关，你若做个做人做个做艰苦要创啊？无，因为这个一寡代志。你开车开安尼，你会弄死人，你知无？为了逮到酒驾男，后方驾驶不怕自己被开单，就是要遏制对方酒驾的行为。而面对对方质问，酒驾男毫无悔意，呛声说自己就是故意的，嚣张行径令人愤怒。记者刘瑞玲。